大家好，我是柯碧成，就是今天要来无敌无告啊！你早被冲上，没错，我隔壁啊，中油有没有看到？嗯，他有一堆，嗯，我决定我要跟他去拿一个东西。拿什么？你要干嘛？好理由啊！我。我要加一支铁机啊！铁机，嘿，加一支铁机。你要做铁机咯？不是，你拭目以待。我那边去建一支啊！今摆人休困啊，那边讲起工工人干，好，我们白天再去挑一支回上来。要干嘛？你们猜猜看。好，走。ご覧の番組は彩りしかぎ館。会社ジャーキー。静か論。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你要干嘛？我要喷漆啊！喷什么漆？这是什么？你看呐、啊，这墨粉是传说中的。传说中的红钢，你要插在哪里？楼中。这里就是货。它鱼肚宫嘛，鱼肚宫，哎，比较好的就在这里啊。如果比较立在那个角落啊，啊，带我去看一下，有红色的车的地方嘛，还蛮搭的嘛。啊，那边好，这里哦，把它立在这里啊。我在想说，一旦立在这里，按那一支杠这样横过来嘛，不，没办法哈，还不错啊。好，这里比较不会撞到啊。就像这样嘛，像这样把它对，把它搭起来就好。这是我的想法了，老板的想法不知道，老板搞不好立在中间。我本来是半夜想爬上去把这一次插成红色的，啊，来去，来去电线杆了，在上面那一根，对啊，马图啊，哎呀，是不是蛮不错的？还不错啊，没用力啊，太危险，太危险，对啊，那么高，还有你看，我现在喷漆我都戴口罩了，这样就不会被讲说我们喷漆没有戴口罩。你本来就是现在可能就是要戴口罩，怕我都闻不到漆的味道。你闻到会怎样？怪他吗？那种习惯要有闻到，都觉得闻到那种吼很熟悉的味道。啊，会不会有人跑来跟我想要买这支？应该不会啊，但是应该会变成另一个景点，然后会找你一起拍照这样。你有认识那个做那个看板的吗？啊，这边旁边就先把五个小时立在那边好了。好，如果你要跟谁拍，就拿过来自己放这样。好像还不错哦。明白哈，我这个想法也塞哈。然后收钱，看板的比较便宜啊。对，啊，真的比较贵。对，然后我们办公室还要再弄护背机跟快速列印，跟那游乐园很好，进去先不管，先拍你的照。对，先拍。啊，挑的就钱，不挑不用钱这样。对。很好，不错哦，不错哈、哦。計畫通り。这个要喷精油吗？可以啊，好，等下干一下再翻个面。那刻字哦，刻字哦、啊。对，太赞了、啊！看到这三个字，你知道是什么了哈？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我就是。你要不要出一些周边？有啊，我都想好了。嗯，做好之后我要做一些，比如说你看，人家做别人的钥匙圈，我们要做我们的烘干钥匙圈。钥匙圈。我发现我蛮有生意的头脑。哇。那么在哪里才能买得到呢？啊，剩下的字是什么？哦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小吃汽车送你去烘干烘干。哈，别玩哈。哦。好，我刻一下，这个好像没那么快。我觉得你先来帮忙好了，比较快。对啊。那么高也看不到，你真的让他演这么久，全部都要正中间吗？对啊，差不多吧。我们做事不能那么轻彩，来做后，安吉本的睡。突然看起来这样好像蛮不错的，是不错。你要抓准，因为翘起来那个皮就刺激你。对啊，快好了哦。哇，粘在这里就好了，这样会翘翘的啊。好，那么磁铁哦，把它粘住啊，它就不会飞了、啊。哇，是吧？啊，这个喷完啊，这个喷完喷的话，啊，等一下换这个，啊，回去点漆。对，只能点了。点白色的。点红色。点红的。你看，大家会觉得点白的，你看。喷哦。喷吧，失败就这样了。
老瓜嘞，这个最困难的原来是这几个字啊。还是在爆。我们等一下再撕下来，稍微红色喷一下就好。跟我狂去啊，创啥？红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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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次之后就红了。没粘好啊。应该没有办法很服帖啊。其实这边还 OK 啊。其实不会啊，来，你等一下，你去后面，来啊。哎呦，你去后面看，看得到吗？看到啊。看到什么？小司机车。现在可以吧？我觉得勉强，但如果要真的要好看，真的要用壳提前点上去。拿红笔把那个方那边补一横。没有，车也要点啊。车也要点，对啊。丝跟车吧。又是。这边刚。点漆笔在哪里？点漆笔有单拿给你。点漆笔啊，白色的嘛。红的啦。白的啦。你要点那个四个长长的这样出来，好，这个要四个。其实也还好啊，我觉得干脆就对吧、啊，一点点这样红红的四撇就好了，也不用那么长，再短一点没关系，不要过一半。下面车的下面那个，对，那两，啊，那另外一边的车，左边，对，这一笔，对，对啊，啊，再来我换丝，我就刚刚讲丝。其实远远的看不太到了，下次我用 GoPro 的拍还算不错。啊，气的这气倒是还好啊，湿啊湿这个，那连在一起，这个头后面这个往下来的话，啊会不会？啊这个帮里面帮里面要往下来的话，很可怜吗？看一下，这样可以吗？不晓得。我跟你讲，我等下再远一点拍。我看远去看麦，原来是啊，去拍，这样看起来还不错哦。哇，再修一下，哎呀，刚刚修。哎呀，修一下。好啊，先收工了。不行，这边比较熟，我可以分。掉啊！对啊，有没有觉得比弄车还好？还好啊，这个还好，这不低不高哎，不会累的。是啊、喔，对，太正经了反而会累。你看像诶，做变成举光客这样呢，他们讲的是对的，对的，对对对对对哈，对，他讲永远都是对的。对，是。好了，明天把它立起来。明天把它立起来。好，明天几月几号？7月6号。不行，我们要7月8号。7月8号，反正他们不晓得我们立的是10号，我们说今天是7月8号。七月八号把它立起。好，你就这么的鸡巴哈。好，修一修，这样也可以一片。赞。赞。The next day， 先把工具都拿来，电钻、烘干、螺丝，我去把它扛过来。这里啊。立起来，不要累吗？啊，那人看无啊，好呀、啊。那你要怎么弄？进来不能看到啊。进来不能看到，出去才可以啊。我们收起来哦。好、啊。哇。哇，蛮帅的。蛮帅的哦。我快了，给他加了耶。等一下，我再喷一下好了。啊，头壳黑粉嘛，我看看还好吧。我这一根破皮了，哈，再穿，太用力了。耶、yeah, ，传说中的出来了啊！好了，耶、yeah, ，我跟你讲，我立好了。我立，你知道我立为什么立在这边吗？你什么东西立好了？我那一根红红的那一根立好了，你看一下。你知道为什么立在这里吗？你从外面进来你看不到，对，要从里面出来才看得到。是、哦，对，哇，小时候你去那边，哎呀，啥意思？看到这个哦，红杆、哦、啊，红杆有没有？我想到了，如果进来有没有？不然以后看车一样，进来先这边先拍照，你选照片，我再互背。对，好，一张就像对不对？游乐园这样，一张看500块、300块、200块，好贵哦。好，差不多吧，互背的啊，就在电脑屏幕挑嘛，就是选对啊。啊，如果他不要，我们就删掉了、欸。不要，我们就没有上网跟这个人了，有没有？以后可以这边拍照打卡，哎、欸，太太帮我弄一个人形立牌在那边。
不错哈、哦，好像可以啊。红杆不是说要做钥匙圈吗？要哦，对啊，就是小型的这样一样啊啊，钥匙圈周边产品可以慢慢推出，陆续会推出。一直要做、啊、卖多少钱？没有，要看成本多少钱嘛。我现在说50块，就成本60块啊，撩几啊？对啊，对吧？你要先看做出来的成本是多少，成本60，他卖出去六，卖80嘛，哦，不是六百。哦，美金，美金，哎呀，太赞了！赶快去联络我一下。啊，欸，搞不好我在播出，人家都说我们有在做这个，就跟我们联络了。哎，有可能哦。小吊饰那些啊，嗯，因为材质有相关嘛，木头的、铁的、铝的，嗯，还是什么塑胶的，什么什么鬼的，对啊，都可以做。好，嗯，没办法，好，好收工了，我要收一收了。五只五狗就完了。不会了，哎呀，那别听。哦，嘿哦，我更同意啊。我本来要喷金油光啊，更透明的喷出来是金的。是的。所以红干的红较红啊，这叫红干。收一收喽。收一收。那、啊、你没有那个订阅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好、哦，对啊。重点，喜欢的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启铃铛。耶、yeah。才可以五只五狗。对啊，你看，我、哦、今天五只这个。因为英哥，你上次做说了一件事情。哪件？你看修车厂就不了。对吧？冲一冲！我嘛真做无聊，我嘛真无聊啊！闭嘴你问话，哎，无啦，这已经讲足久的啊，好不好？这个以后就是景点。对，景点了，先说一说。ご覧の番組は彩りしかぎ館、会社ジャーキー、静か論、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怎么了？在干嘛？我要那个打卡，拍限动打卡。这个、哦？对啊，红杆的。哦。哎、欸，已经有那个了，已经有打卡景点了。哦，已经有了。我申请了。我申请多久？哇，一个月了。这么久、哦？啊，我要操作一次给大家看吗？要、yeah. 哦。真的、哦？哇，这边吗 ？IG 是 IG。嗯。然后按地点。按地点。然后这边打红杆，杆子的杆，第一个。杆真的有哎。第一个，好，有喽。两个男的，好了，彩虹，好不好？发出去了。没有没有。好，这样就成功了。查看地点，最新。啊，这只有我一个，这只有我一个。现在只有你。只有我一个。大家来打卡，好不好？我很孤单。大家来打卡，对啊。把这个填满。啊，就这样，好，出去了。呆董的 IG 耶，要不要宣传一下？把那个妹子来加。账号在这里。有没有账号？哦，看到，妹子来加一下，随便啊，男的也可以啊，男的都可以啊，男的女的都可以。是，好好，我放弃了，放弃了。等那个什么衣服开放购买的时候。哦，什么衣服？就穿一套过来。这一件对不对？哇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一件啊，我还不知道投票结果啊。你要不要学黑人站在？你说这样吗？对啊。可是我没有第三只脚。没有第三只脚。没有，没东西可以勾啊。装个尾巴就好。那就这样，我不要装狐狸尾巴哦。你知道狐狸尾巴？你有玩过哦？我没有。没有。好了，就这样了。好了，介绍完了。拜拜。我要结尾吗？我哥不用结尾吧？不用了啦。哦哦。科比结尾过。结尾过就好。那、啊、记得打卡哦。